羡慕。林家某拉萨，啊，前面也是烂路啊，被被爆破了，我的林家给。是马路，马走的路。妈都迷你了，那我就。晚上走，你天看不到路吗？去过，冇烂路的晚上。这人做农的给死了，要搬很快的。哦，到了沙皮囊哦。那个警察没上。嗯。
checkpoint.过了沙碧南窝应该好一点了，比如那里是海边来的，海边很远的，是进去要45分钟样子，是海边的那条大河，大港河哦，宝兰路的这个厉害，一大师也是。那边过的路还在那边坐，而且都来了，没经常没有等的，有在前面罢了。